包括刚好就很招牌。我吃和牛的那个 moment， 我的口水一直在流。大家好，我是 Ali。 大家知道呢，曼谷有很多很多的小巷子，附近有很多美食。今天呢， Ali 在曼谷呢，想要带大家吃一间 Omakase， 超难订的这间 Omakase 叫做 Homura Wagyu。 好，大家快来吃这间 Homura Wagyu， Let's go， 自动。而且今天的朋友那江他江，这是 A5 牛肉，然后我们今天点的呢是高级套餐6800加加，总共有14道菜。First menu caviar wagyu and melon， 咸咸甜甜又牛肉的油脂味。这是我第一次吃和牛的 omakase，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之前有没有吃过和牛的 omakase， 但是我觉得一定要试试看。它的和牛是蛮特别，它是没有那种油脂。味噌加上去之后，你开始吃到酸酸的味噌味，之后呢，你会闻到牛肉的香味。好的。Yes, that will be first. 说今天才到。这牛肉看起来就很好吃，好嫩的感觉哦。好像有啊，漱口即化，没有嘞，原来。我手没拉。我的肉。好清爽，搭配紫薯花，不会腻那种酸甜。这酸甜的呀。Fresh。Drink soup 对。这道是海胆卷，海胆卷非常特别，你看，它这里面是包牛肉，然后还有两个。他说先吃这个没有海胆的，第二再吃有海胆。那种感觉有点像是在吃黑尾鱼那种感觉，油脂非常的丰富。先用炭火烤过，也可以啊，好奇怪，因为它吃豆腐的感觉。第二个它没有包，包个菜在里面，有点像辣椒，它给你有种清爽的感觉。因为如果你是吃和牛，它有脂，所以你就会腻。吃了沙布沙布，这个就是 sukiyaki， 要跟这个蛋。这样子混在一起，超夸张，好吃！我口即化，我吃和牛的那个 moment， 我的口水一直在流。是他们的 signature 是招牌，哇，牛肉好嫩哦、喔！面包好像有烤过，外面是焦焦的，很脆，牛肉好嫩，好吃。它是用和牛的里脊肉下去做的，里脊肉非常珍贵，像和牛只有大概1%还是那个里脊肉，所以是非常珍贵。那一份呢是2950泰铢加加，然后呢那一份就是可以分四人份，就是、因为像我们今天这样吃。四人份是 OK 的。哇，贵不不少的。Yes， 我没猜到。这是牛舌的根，很扎实的感觉，好像是鸡肉，好酷啊！牛舌根哎，那你吃下去的时候，它不会很重的那种牛的味道，然后它的口感是比较脆的那种口感，那个薄薄牛牛，哦，冰牙。牛肉好香，牛肉好丰富，酱有点柚子的味道，就是还蛮清爽的。好 prepared 的脑，所以他们没，还得没发出来，太好了。可能是 fat。This is my favorite。要第一个的烧肉。อันนี้ซอสหอมมากเนี่ยปิ้งเสร็จแล้วใช่ไหมแล้วก็ดิปในซอสและเนี่ยปิ้งแกแล้วก็เสิร์ฟ有他们自己腌制的番茄就是瓦萨比然后有一点点盐巴然后还有蒜片加这个台东一起吃我还喜欢牛肉配瓦萨比的哎，我吃到现在我真的吃了牛肉好嫩之外我说不出一下这个我觉得很像吃黑尾鱼的感觉อันนี้เนื้อนิ่มมากเลยลูก
ันนี้ซุปอันนี้คือคอนเซนเทรตเลย from the bone and different part ข้าวบน10 liter become 2 liter ต้อง this much water ไปต้มอันที่เหลือแค่นี้หอมไปเยอะเลย汉堡排，他说米饭呢是跟清酒一起煮的，所以米饭应该软软的暖，它有点甜甜的，真棒！这酱应该是煎汉堡排的酱，因为他们刚刚在前面烤超久，好软哦，嗯，好酷哦，而且日本米好 Q 哦，这个好好吃哦。ที่นี่เนื้อทุกอย่างนิ่มหมดเลยชาเวจัน好喝这味道要怎么做的เนี่ยเออใช่ดูสิไหมเป็นเจลาตินไหมใช่ใช่รสชาติมันจะเป็นแบบนี้อันนี้เป็นLotus Leaf Lotus Leafพิเศษมากเลยใช่เมื่อกี้กินแบบอร่อยมากเป็นเจลลี่เลยอ่ะหอมนะอะไรนี่อันนี้คือชีสโอเคอร่อยเชื่อชีส刚刚不是马吉，它是起司加马吉，哇，好浓郁 ，the best 啊！是 ，yes sir，yes sir ice cream。嗯，酸酸甜甜，冰冰的，但好吃，蛮清爽。刚吃完了，硬没 ？Good。然后我觉得其实那边的。餐点非常好吃，但是我觉得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座位有点小，它每一道菜都很有特点。我喜欢它那个手卷乌尼，那个手卷没想到它的乌尼可以做成手卷感，我蛮不错的。今天没人的啊，杰克又来看牛蛋哦，他没带了，那是干贝。好，这个好可爱哦，他来啊，三百哦，这碗要三百。超可爱，我要这一张。啊、oh, ，this one is called confident face。This one 呢？这个是胸部，是胸部吗？是胸部嘞。Yes。哎，请问。Yes。Hey。I want tamagotchi bag。再按来。Oh, this one is cute, nah. This one is cute, nah. 哎 ，cute, nah. 是的。扭完扭蛋，我们接下来要去买一些小零食。只要买了这个油化妆水，还有现在叫这个花朵。ทำไมชอบกินผักก็แตงกวาด้วยแตงกวากับกล่องโอเคอยู่จัดกินซื้อ This one อ่ะ The melon อ่ะ if you เส้นยิ่งใหญ่อ่ะยิ่งหวานส่วนเท่าไหร่999อันนี้คือ299อันนี้คือเส้นเล็กอันนี้คือ Thailand food ใช่ but Japanese สีใช่Maybe I should I chop ตัวนี้นักเรียนดูยังก็ตัวนักเรียน Why this lemon look so weird มาวันไทชิมมันไทชิมแล้วทุกท่านนั่นก็คือ我们今天影片啦今天主要带大家去吃那个 A5 和牛 Wagyu 的 Omakase Amazing the soup
and the yakiniku. Yakiniku. I like the bao hu. Aloy ma. And the raw beef. Aloy ma. All right. 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他们家吃他们的菜单。I like yakiniku. 喜欢这一片，大家呢也可以去红木拉去吃看他们的 omakase 啦。就这样，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喜欢我们影片，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拜拜。